dry. Do you know I'm looking? And I can't help but smile. Do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? You put my favorite song on. I put my feet up. And we just sing along. And I can't help but feeling just loving.在 Prague 拍的那个照片，就在飞机上面拍的，很漂亮哦。到时候我的 Prague vlog 应该出，你可以去看。想看一下我昨天睡觉睡到怎样？我昨天有带着这个手表睡觉，其实也很像 ordinary， 还不错。我睡了八个小时，睡超久哎。我打包了一杯上干上梅，妈咪今天忽然间想喝，带回家给她喝先，我们再出门。好喝吗？很酸。嘞哥嘞，很久没有去了，以前是买年票去的呢。那个泳池，我很想玩水。
导游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今天来爬山。走吧，走得到路没？走不到路了。我的鞋。阿爸紧张，请问来看吗？正宗的，现在是一个探店 vlog， 试一下手表，就在这里。新的火车站好像，对，上面那是新的火车站，这个的话是以前居然旧的火车站。可以吹喝。凉茶，谢谢老板。Drive through 的凉茶，来分，一人一包。给，是你的。看宝宝，这样子开到啊。哦，这开啊。喂，我。把整个破掉，你身上撕掉不要。哦，那个是专业的。好酷，我真的。鱼圆面。哎呦，我的碗动了一下。筷子特别。是吧？我这么圆。就我的圆。看我妈妈登山鞋，你们修一下，脚提起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们来选 hiking 啊，找一下这个 hiking， go go， 三二一， let's go。小花园探险记。有神器。他叫我明东干。东东手上。东东。东东。登山手杖，没有什么文字，其实。OK， 哦，来呀、啊！哇，林中美少女。被自己恶心到。塞油。好。塞油。哎，看这个手表。手表。哦。看一下。看一下。手表目前的进度是，我心跳很高一下哦。有做运动吗？看一下。首先，前方第一位选手，马拉松奔跑者，领先。接着第二位是马拉松奔跑者夫人，看我们翻山越岭，行动多么的利落，哇，根本就跑起来了，你看已经跑起来了，你看我在发光。但是刚才我问你们要左边这边还是右边这边吗？哦，我没有爬过右边的，没有，走左边。等一下，他的带我们走这边上去，哦、然后这样子下来。这里有小路啊。有另外一侧，走另外一侧，走这样子下来，那次我们就这样子下来。那边就可能一群人。到了，我们成功了。虽然只是半山，但是我觉得我很厉害。阿咪，你想认识那帅哥吗？想认识那个帅哥吗？
就是很舒服。Be wrapped around your arms instead of being lonely. We could be gazing at the stars, but now it feels just like I wandered off into a room and closed the door behind me. I never gave the key to you. 下山下山，妈咪 ，I need that me. 可以不要给我叶子。Let's go 下山，还没有拍到你啊！到我了，到我了，用第一视角也夸张。哎呦，你看蚊子叮。来碰我脚。太多了呀！哇，我的不手感，你看，亮一下，你看亮呀！马拉松奔跑者跟马拉松奔跑者夫人，步伐多么的快！业余者，马拉松业余者，业余你有业余啊？业余都没有，有一个力，对一个力，过下一个人过，我应该过得到的，不跟你娘去讲过不到，我们要蹲下来。到你啊，展现你的高度的时候到了。喂呀，来帮我录。哎呀，过不去。哇，你好高哦。好高哦。你需要蹲下来才可以过。我下船的动力是你还可以去闯。我下船很开心又跑了哦。完成。嗨。但是要走这边，走这边是下这边，走这边是下这边。啊，来石头，你要在荧幕前面啊！石头剪刀布，你走下面，走那边，看红红的。真的被叮吗？妈妈讲我一件衣服穿半截。耶！现在只变四公里。停。End。3.44烧肉。哇！这边全部都是新的。哦。对，然后那脚还没下个脚要踩出去，然后踩就大了，就这些全部都是新的。爸爸篮球狂。哦。篮球框啊，篮球架，篮球架，对，这篮球架的话是这么大度的，所以的话哦，就是每次的话有典礼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篮球架扔到。你们看，我带了 single lens， 我觉得用到好用，我再给你们推荐这个 lens。所以现在其实是，会，空的。现在已经是接近10点了，现在来看一下我今天走了多少步。Outdoor hiking， 这个，走了2个小时多，
有心跳高到160哎，应该是上山的时候。可是哦，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 scan 到哎，就是来那个山的高度什么东西的。因为我很少做运动嘛，所以我经常爬山的时候啊，心跳就会很高。然后你们不是有看到我的封面是这样啊，很漂亮啊，这个可以自己 setting 啊，我超级喜欢这个 customize 的东西。你去到，然后这里，你去到这里，你就可以 photo album 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弄好添加我自己的照片在这边，然后这个下面这些时间什么，可以自己选你想要怎样的款式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个 stress 的这个功能，就可以看我自己多 stress， 可是哦，它是要自己按了才可以看到的。哎呀，你去这个笑脸，这个这是测 stress 的，它就可以开始测。可是你要放在手腕上面哎。可是我就哎呀妈呀！可是我会比较 prefer 就是它像是心跳这样，就是每个时候都会去自己去测量。这台 charge 也是很方便，超可爱。你看，这是它的 charge 电的那个，你就这样，这样子贴着就可以 charge 电了。这是 MyMo 出的最新款 MyMo Watch R。我觉得挺好用的啦，整体来讲，而且它很美。你看，这是白色的表带，超级好看。整体来讲还是挺好的，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手表。我有放 link 在下面。OK， 我要睡了。哎，不，我还没有睡，我要去冲凉。喜欢这个手表去买哟，拜拜。